冲绳机场，现在来去做单轨，店家都关了，空荡荡的冲绳机场，哇，好热的冲绳，我们现在要走去单轨车站，在这边。
跳舞。下大雨的冲绳，现在在平和之塔，这边是冲绳的最南端，下着大雨啊。下雨天的海边，这个是晴天的海边。这是我们的第一台车 Range Rover 的 Evolve。有人第一次、首次右驾哦，而且还开一台不自己不熟悉的车 ，Land Rover， 好，我先绕一下，习惯一下，看一下它回转半径，哦，这半径蛮大的，它真的不大，其实坐在副驾驶开车的感觉，为什么副驾坐我方向？在那个是赖昌岛最上面，所以基本上应该是看得到。
但是要看那个我们汤的方汤屋的方向是不是面对机场。叫声怎么特别？哇哦，满满的海鲜啊！生蚝啊，扇贝，哦，好吃，鲑鱼。鲑鱼好甜，冲绳的鱼不知道怎么了，也蛮好吃的，清爽清爽。傍晚天气变好了，太阳出来了。